即卖苏干野队愈办愈精彩嘛，愈来愈热血。湖北镇的中区国小今日有间野队要来教大家如何做针织。以前做针织是过生活功夫，但是即卖做针织是一种艺术，一种才艺。透过老师讲解，这小朋友拢成为了做针织的艺术家咯。我们刺绣人就是叶小珍叶难逢，但是就是会刺到手，所以有这一点呢，相当要注意自己的手。所以能够拿针的人，我就是能够学到绣，只要一种方法就可以分饭吃。我跟你讲哦，不是说你要很棒很棒，要一百种几百种不用。我是希望哈，大家都能够很大家不管是怎么样，有的绣错的，但是它还是美的。我跟你讲，老师都没有办法绣到像他们这个样子。这款教人做针织的课程较罕的有，因出一挂家长嘛做回来参加。这组课程是伫个开始顶头挑花刺绣，完成了后，另外这位陈时清老师搁伫顶头写详细书，相当特别。校方表示，今年暑假中学国小除了安排针织课程以外，也有大学生来替囡仔上英文课。这一个是小小刺绣家体验营啊，一个礼拜。另外，我们古挺花关怀协会的主要是啊照顾啊课后照顾了哈，大概是暑假两个月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台东教育大学的学生哈，来做我们补救教学一个月的时间。是不是两欧发什么？呜啊啊！暑假有两个月时间，如果无好好利用，是有较可惜一寡。因此，校方嘛希望透过各种课程，让囡仔有一个充实的暑假生活。是，我们希望说啊，小朋友这个暑假呢，能够啊充分利用了啊，避免说小朋友这个到处哈，去在家里哈没有事做了，那在打电动啦，到处逛这样哈。做针织指导老师陈淑琴强调，挑花刺绣并无困难。虽然针法可能会唔对，不过嘛是一样特色，大家会当伫厝内试看卖。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。